我们人体有什么功能？平常我们吃的蔬菜啦、水果喷洒农药太多，在我们体内，你或多或少会残留一些毒素。蜜它里面的酵素，就是排除我们体内毒素相当重要的一种元素。所以我们常喝蜜，你可以排毒。尤其像外面平地一般平地，天气比较炎热，家里面有小朋友，平常喜欢喝饮料的，我们泡一壶蜜茶，放在冰箱，最天然、最健康的健康饮料，帮助他们骨骼发育、成长过程，相当相当有帮助。等一下，我会先请我们辅导会的小姐来，请各位每个人先免费不用钱的，让你们试吃体验一下。各位放心啦，不是要卖给你们。哦，你来到阿里山，这个烟花蜜你必须品尝，好好的享受一下它独特的烟花口感。好，好的，那我们来阿里山，除了观赏日出、欣赏云海，最主要我们就是来吸收我们整片森林的什么？对，芬多精。相信各位昨天如果有逛我们阿里山森林游乐区，我们有进入积木群，各位有发现一些很大颗。很大颗那些积木，这些积木就是目前我们全世界最为珍贵的木材品种之一。它叫什么？它叫块木，也就是日本人称它为 hinoki。 那我们从这些块木提炼出一种块木芬多精油。各位你不要看它小小一瓶哦，它要上千年、上百年的块木下去提炼，它可以说是我们阿里山国宝级的农特产。它有什么功效？尤其夏天我们蚊虫咬伤，你感觉会肿会痒，这个你擦一下马上消肿止痒，相当相当有帮助。它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，就是我们这车容易晕车的贵宾，你记得你要上车之前，人中的部位、太阳穴的部位你先擦一下，保证你不晕车。等一下各位你都可以到我们后面服务站那边免费的，你去吸收去体验一下。你如果感觉还不错的话，等一下我们每一部导览车，它车上都有在贩卖这个精油。你感觉司机先生服务的还不错的话，你可以向他选购。好，好的，那我讲这么多，各位等一下如果感觉我们烟花蜜真的还不错，还值得带回去送给亲朋好友，你要怎么带才便宜？我们辅导会特别利用每天早上有帮各位贵宾规划整组套装。什么是整组套装？也就是要便宜给各位。它整组套装里面有什么东西？有两瓶阿里山的烟花蜜哦。这瓶各位昨天晚上我们如果有逛阿里山商店街，我们有问到价钱，你就知道一瓶原价一定要800块哦。我们整组套装里面它有两瓶这个。刚刚我跟你们介绍的块木精油，平常一瓶300块钱，里面也有两瓶，两瓶烟花蜜，两瓶块木精油。今天你有带整组套装的，我另外会多送4包阿里山的农特产，包括高海拔银笋、山葵花生、我们玉山冰桃，等一下各位都可以到服务站那边试吃。好，我会另外送4包给各位，这样整组套装原价是2600块钱，我们特惠价1500块。你如果不喜欢我们的块木精油，我就直接3瓶蜜给你，一样优惠价1500块。感觉不错，等一下到服务站你就跟他说我要带整组套装的，一餐我们固定20组，优惠20位客人而已。好的，那距离我们日出出来正常时间，各位先不用紧张，还有5分钟的时间。等一下太阳上来的时候，你记得在我们这条观景公路，你或许会碰到一些野生的猕猴。各位等一下，万一有碰到野生猕猴，你记得手上千万不要带有塑胶袋的东西，因为你带有塑胶袋的东西，他以为是吃的，会把你们抢哦。各位，
有食物也千万不要喂食它，因为我们玉山国家公园。